你们两个也赶紧过来，不要耽误时间了。医生，我不要打针。哦，打不打？二哥不打，我也不打，不打不打。这是预防针，打了之后你们就不会轻易的感冒了。乖，乖乖听话哦。不要不要，你手的针管这么粗，那么长。就是，这一针下去，我们肯定会疼晕的。大头医生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这拿它也没办法呀。嗯。先不着急，不能引起他们的过激行为。哦，那怎么办呀？看我的。二狗好汉，你们告诉大东医生，你们喜欢什么呀？我喜欢奥特曼卡牌。哦，我喜欢辣条。嗯，这是全部的。啊！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大头，我们大麦克。停。嗯。想要吗？想要，想要。看好了，我给你们发啊！你看着啊，辣心，辣辣辣条，哎，OK， 是不是？啊！我的屁股！打完了，欢迎关注狗狗，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吓人，吓人！同学们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走打针去。怎么又打针啊？完了完了，我今天假屁股没拿。那等着咱跑吧。跑什么？针管都拿来了。哎呀！赶紧过呀！平时你们都说我扎针技术差，所以呢，我就自制一个水果针管啊，味道只有一种，而且只有一个。嗯，你们啊，待会儿只能用刮刮乐来选择，刮着啥就是啥啊。先抽的人中奖的几率肯定大。老师，我先来，我选这个。巨型针管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六六，你运气可真好，这可是一针见效。来，屁股。太疼了，我来吧，我要这个。哦，普通针管，来，就桌子上这个，来。啊，怎么还有针头啊？这个，哎呀，啊！叫唤啥呢？不就打个针吗？来，下一个。哎呦，真疼！幸好我有透视眼，我选这个。哇！二狗，你才是运气最好的嘛，居然选到了水果针管。哦，我可是幸运小王子。老师来打针吧。嫉妒十万丑陋。啊，小姨，你发明的这个针管真的太好了，一点都不疼。哦，必须的。啥味啊，这么臭！二狗，你是不是偷偷放屁了？没有啊，我也觉得有点臭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这个针管啊是用榴莲做的，平时爱吃榴莲，所以就用榴莲做了个针管。啊，真的太臭了，小姨，我真的不喜欢榴莲味。欢迎关注狗狗，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二狗，二狗，二狗。哎呀，还不动，没劲。你不是生病了，怎么看起来蔫蔫的？嗯，哎呦，这么烫啊！不是发烧了，走，我们带他去看病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大夫，你快看，二狗他生病了。哦，什么病了？我瞅瞅。这就是普通的感冒啊，打三天针就好了。哦，100块钱到医务室去结账啊，别忘了。三天就要100，你这也太贵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二哥，你这扣完都扣到自己身上了呀。哎呀，老师，你能不能一次性打完？二哥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清醒一点。不行，我就要一次性打完。可是我从来没这么打过呀。哎，那是我没来。行吧，你们仨把他看着，我去拿针管去啊。还好啊，我按住了啊，我开始了啊，很疼的这个。哦，这啊。怎么这么疼啊！啊啊！二狗，你别动，还没打完呢。
还早着呢，这连一半都还没有呢。哦，等着吧，别急。啊，怎么还有这么多呀？谁让你这么抠门，三天的人喝要一瓶就打了。好疼啊，我一下我就哭了。见过抠门的，没见过这么抠门的。欢迎关注懂爷视频，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又要考，这才咋办呀？陈耀宝，想考高分吗？当然想。我好久没有考过高分了，我妈说了，我要是考了高分，就给我买披风。我累死了。老师，陈耀宝。哦，你们咋回事啊？不知道今天要考试吗？妈妈，你他妈考试还带雪糕啊？嘿，老师，这不天气热吗？你这么辛苦的监考我们，我妈特意为你买的。真的假的？你俩对我这么好吗？真的真的。行吧，你俩好好答卷啊。高分高分。别着急，马上。哎呦，我不疼，你俩好好答题啊，我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老师会拉肚子呀？嘿嘿，我买的是我们家门口的特价雪糕，估计是过期的，所以才那么便宜。妈妈，你说啥？过期雪糕？我，点击下方天才钱小宝，关注一下呗。